Toby 啊，今日咧就是一个 outfit of the day 嘅 video， 咁我阵间咧就会同朋友去呢个铜锣湾睇戏兼食饭。咁如果大家对于我呢一身打扮有兴趣嘅话咧，就要继续收睇啦。身上面着住呢件咧喺 ASOS 买入嘅一件蝙蝠就有似斗篷嘅衣服，咁系一件棉质嘅 button up 嚟嘅米色黑色 polka dot， 咁咧超级舒服，但系因为系劲大个叉旁边，所以咧一定要打底嘅呢件，劲舒服啊！我买咗两只色啊，佢所有色都俾我买晒啦。另外咧裤咧就系一件 skinny 嘅 cargo pants 啦，冇乜特别嘅，其实喺 Uniqlo 度买嘅啫。鞋咧都系 ASOS 嘅一只 ankle boot， 啱啱好啊！呢个高度。啱啱好咧，焦点集中喺我个最幼嘅位置，就唔会影到只脚太肥。呢一件褛咧就喺韩国嗰个 trip 咧就买嘅，超级暖，同埋佢有啲 patchwork 咁样嘅颜色啊，唔同嘅质地配搭咧，我觉得劲靓啊！袋咧就喺 Facemo 嗰度买嘅，可以侧孭，又可以咧手提嘅，我真系超中意呢件褛啊！同埋个个见到我着都觉得哇好靓啊，喺边度买噶咁样。如果大家对我身上面任何一件衣物有兴趣嘅话咧，我都会将所有 link 咧摆晒下面 info box， 大家打开嚟睇下就清楚噶啦。咁多谢晒大家收睇啦，记住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啊，我哋下次分享再见啦，拜。